一讲到面膜咧，我就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啦。我试过唔同嘅面膜，而美国嘅 Belmondo 面膜咧，系我真心觉得好用嘅。因为它是 100% 天然有机无漂染纤维面膜来的，敷起来呢是紧贴面部皮肤，令到精华可以快速渗入肌底，做到有效的保湿修护。这个是 B3 极致保湿修护面膜，含火龙果成分，高效抗氧，而且对舒缓敏感情况很有效，极速保水，敷15分钟皮肤变得水润又净白透亮。另外，这个橄榄面膜也是我近期每星期都会敷的面膜。美国医美品牌 Selmaxium 的橄榄面膜是超级保湿的，而且它有很好的舒敏功效。当皮肤有什么敏感不适，洁面之后敷它是可以有效降红退肿，镇静肌肤。敷15分钟之后，肌肤变得水润细致，因为它降红镇静的效果很好，所以又叫做退红神奇面膜。平日当保湿面膜敷，就可以强效为肌肤补水和抗敏，稳定肌肤质素。为肌肤做好保湿是很重要的，肌肤做好水油平衡的话，那就没那么多问题出现了。